单纯的喝水，水多它不是说增加血压的作用，但是这水看是什么水。那比如说我们身体里边盐分多了，叫盐水，就是钠摄入多了。你钠摄入多了，这样的话身体里边血液里边容量多了，也相当于水多了，这个时候血压就容易增高。所以说利尿的作用，它不是光往出利水，它是要减少钠盐。啊，钠盐一多了，身体里边就像我们叫水钠储留，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血压